正无来抓。哦，你看我啥物鸡仔拢炸侪，就是啊，这只拢炸一箱，迄有原因的啊，这只上贵的啦。这只叫鲍鱼，我估计大只板刀的，想要吃免一千八百，你要吃几鸡仔的呢？这也无人家点，我袂主动提鸡货，人家点我只鸡就三号了。来三个，三百五三百九，人头一只。鲍鱼，鲍鱼，我估计三号。鲍鱼，我再买只，鲍鱼，多只鸡啊，多只鸡哦。鲍鱼，我估计三号。阿姐。你好，带个你用灯哦。你迄皮，迄半块，人要摕那边蒸蒸嘛，三百块钱一半。对，迄个可以钓，给你半。行，你半你也要三百块呢，摕呢。来，我包买你个，三只。来，我个你就三，你可以当讲啊。我下只卖电脑。来，小龙三包全只一包，过来，我要食啥？哎，阿多人家点啥物？龙虾啦。哎。龙虾可以啊，卖龙虾啊。中位叫叫，收了。我正话因讲吼，来，我做了，这边。来，上面就两个，哇！你看哇，水，这个绳啊，甲起来啊。绳啊，就当代表讲这好甲歹啊，无你怎啊？这巴西啊，哇！绳起来，恁看卖先。来，钓人家看这两个水无？吓，恁两只人家看，肉身拢看，未看另外一个。来。我是甲恁建议哦，过年过节你买只龙虾，当去食享受者。来，迄边敢有要看龙虾？这个水哦，巴西龙虾。来，要食人家唔免五千，唔免四千，三千上面食三千块。有人要食龙虾无？三千块。这两家餐厅食起来破三千啊！有人要食龙虾无？三千多。我这只搁送你无？三千块有人要食龙虾无？这只搁你三千块，我一只卖你七百五十，有够俗个，真正有够俗。今年龙虾足贵个。来，新价钱这只搁你三千块上面食龙虾，有人要食龙虾无？三千有人要吃龙虾无？三千块，一只剩六百，三千块。两个人家搞袂落哦。我这只够哩，两个价钱，唔免五千，唔免四千，三千有人要吃啊？三千块，有人要吃龙虾无？来攞去无？收钱。你若要龙虾，人家这个手哦，你莫拼夹哦，你就会夹到夹咧炸咧裤底啊。你若比如十八要去运动，用这龙虾手托出去，人会知你行情到底啊？哈，来攞去无？三千块。来，我来要吃龙虾无？三千块，人要吃有两个，恁家人吃未了，要买一半嘛，千五了，一千五百块，千五，人要吃嘛，千五，啊，谢谢收过，但是要买了这一千嘛，无要紧啦，吼，两个本地就贵啊，吼，两个本地就贵啊，来，阿叔你帮我收一下哦，来，帮我收一下，来，收过来，再来要吃啥？葱油饼，葱油饼，我有炸，我有炸水饺来啊。你若回去，我换者，我有炸一份我来啊。你做最近做这行，你啊做当耳贡的，我拢有炸来啊。啊，葱油饼我今日无，啊，我今日有炸鸡肉薄饼，你搞咩啊？大哥有没鸡肉薄饼？来，阿哥有没啥？鸡块啦。鸡块啊？鸡块可以不？鸡块没底下啦，我炸两箱，应该有一箱底，还是对啊？一箱套过来。啊，鸡块炸一箱啊？我炸，我出二呢。小龙单包话出二啊，恁拢出唔对啊，三毛诶。七块上面写三百楼。来，掏钱啊！一包鱼啊，我两包五百，三包四包三百楼。啊，七块够不够写我三包？小家庭呢？应该大大写啊，这应该大大写啊，一共三千块三百楼。来，阿叔，你靠后街，大公诶，七块出两箱，小龙单包出两箱，一共几箱？上店诶，中标单一卷上里边去未？三百拢有啊，七块减一箱，小龙三包减一箱啊，啊？五元有。哦。来五元是做一个作用，上下底是五，下一量下一反应啊。红烧牛腩嘛来啊，走，来，来五元上面只有一条龙包了。芋头啊，你看规箱满满满，这内底有包咸啊，两，这一包百五，两包三百，三包四包，唔免五百，新价钱的两包。来，掏钱啊！我这边嘛就要。两包了。来，一包。两包上面写。两包就好了哇。芋头啊，两包够。两个就好了哇。哎呀，我冰箱冰未了。两包够有遐个无？阿姐，你来这买五百块，冰箱冰未了，你叫我是买如何是好？哎呀，我冰箱拢甜的。你买两包，变个大大只，多少只？我真正变无多。一包了，一包了，一包了。来个，来买一包。一包了，买一包。一包了，买一包。一包，看我了。你是阿卡，边卡边边卡，一包够买来无？
来，好啊，好来哦，边跑边放，来，那我你收，上好三包鸡冠，上要出一一，过来买啥？嗯，啊？我随来买，一个意大利面，人家站得久啊，你看，你要啥物口味？青酱、白酱、明太子，够一个沙发七档。来，我两边讲意大利面嘛，沙发七档，第二个。我两边讲意大利面嘛，三包一百。后边鱼也是咪拢无啊，臭丁嘛无。水，安尼水。多少条个？几包？白酱两包。来两包。来，白酱、青酱啊，够一个明太子，我讲，来三包七档。来，意大利面还有人要吃吗？一包好两，三包一包呢。啊，小姐，小姐没关系，啊，这边这边重口味，重口味，哦，不要青酱，啊，青酱就好，青酱就好一包，我加把青酱一包，青酱，多少钱？再追加几分？重口味，讲完了，青酱，哦，拿青酱再追加几分？青酱一包呀，哎，那个小红干巴干，那个西瓜红干几星啊？啊，几粒球的？哪个位置啊？鸭血加五，鸭血，麻薯麻辣，听袂下啊？你遐大个咱真正有默契哦！我逐工无你炸，我今日今日第一工开始炸尔麻辣鸭血，你无即有讲同好吗？对啊。我无一工有炸，今日第一工炸，真正我今日我拜拢开单啦，就是讲一礼拜生意看哪，我拜就开始开单咧。啥物袂好就加一挂，啥物袂好就减一挂。大，好食无？你甲观众讲。口味有赞无？有重口味的无？即有足侪人唔袂用食这个，即有够好食好食，即麻辣双包小块遐吗？即当然哦，你若煮火锅，一包320，两包600几块，爱食饮你甲买，就大安尼，你会调的，先加钱，200落。来200块落。来两个。这你顶下买麻辣双包，这上好食。来200块。啊，这你的手差二十块，是要创还是钱要赔我？你买上200块的，上好食，我袂来好食啊！你试看卖啊？啊？好啦，一包了，来一包。来，我再追加一分。来啦，你若食唔捌买过，你若买一包四条拢无要紧啊。一包够买来无？有啊，你若爱食香，干买这。你有肉真诶，今日你无食香嘛？来，好食。菜干啦。啊，你若要食啥个讲诶？你要食啥物拢？啊，天使椒嘛，最浓香啦。哎呀，一撮烤肉来滴啊。你若要食小笼汤包来一下，讲出你包两块，紧急个动作，来包过来。我出一包，袂了出一包。菜刀粿是四包挂上去啊。这个萝卜糕几箱？三箱啊。三。三是三。三啊，我无个。还佫一箱啊。汤包袂易啊，来上面食蟹粉咯，大鸡要80克个，爱食免500-400，蟹粉咯。来要食来三包嘛，蟹粉咯，300块上面食牛。来，明姐。半斤半两，莫是上起啊，我今日早坐着。我一包过你三包，一包过你，你康鸡煮嘛，脾气鸡火料酱，上盖上新鸡，你还搁加一包，三包了。来，收钱。来，收钱。来，我再收你加钱。收钱，我两个。300块，送我你了。康鸡都差钱。结婚啦。这莫差钱久啊，差钱了啊，莫差钱久啊。来，三包了，这你准备拢赶快了。来，200块。来，今天。多少个？我多一个。是啊，我了，三包够买来无？有啊。两包，你讲几包？要买两包，拢爱送我，迄种在恁欢喜，你要买偌济，拢欢喜了吧？来，你讲来要食啥？伊这是半斤半肉牛肉火锅，这上快赞的，这高汤高面青菜，你这一点三啊二，半斤半肉牛肉火锅，两点六啊四，唔免六啊四，先加钱的300，上面一个300块，有人要食半斤半肉的嘛？300块尔。今仔买300，我来讲话，今仔炸过6000哦，一包我爱就要送你。三百了，来半斤半肉，上面只3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300块，啊，谢谢。那你再买一包。一包嘛，三包。一包嘛，三包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公司周年庆买一送二。好啦好啦。哎呀，买一送二啊！今年是我公司上班，年庆周年庆啊！我咧周年庆都要今年都要今年过年，买一包只要送你2包，安尼正常买2包送一包，我公司阿老阿无讲，我买一包送2包，300够有要来无？有啊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看下收起来，无人要吃啊。下日就好啦，你要下日做。下日就好啦，我紧啦，下日就好啦，我连面都甲买出去啊。过来，你买啥？替我等我买过尔。啊？你要啥啥？后尾皮。嘿，啊！你普丰迄机啦？普丰迄机起起来。无伊啊，普丰迄机你知无？上新的机啊。
我今仔早坐，先我唔见阁无够，我无一工才早有够的啊，无一工吓，顶礼拜无一工有够未，真正无歹好笑。一包，干贝包邮封，一次跟一鼎500块，两鼎千200块，一包的汤头甲料，大家买，大家娱乐，唔是我娱乐，大家人家大家买，大家娱乐，你先给钱的先给啊，300楼，来300块上面就干贝包邮封，一次跟，来300块楼300块。来沙发上面吃，干贝包有放过鱼翅跟沙发，够有要吃的无？都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100块了，150要一包十块。来100块上面吃，150试吃100块。嗯。哇。好啦。你也问看嘛，吼，来。来这，我规日摆拢无你做啊这。起司鸡柳条，普丰啊，江东的真真季节，要求好吃，先给钱的先给啊，一包了。100块上面写起司鸡柳条100块，你啊，100块上面写100，来了啊，招生，我是平姐，起司鸡柳条100块，100块，100块，金贝金贝，这上好食上少的金贝，100块我有写起司鸡柳条嘛，100，拢有啊吗？姐六个心，你看啥？